明天我们将会承受更为猛烈的攻击。敌人拿来，中水战舰一员一弹，也绝不放弃抵抗。船长在抓铁，他们来得太多了，一定逼近老铁。迅速布阵火力点，烧，烧死他！让中间去打死他！他们正在做老铁，已经指挥看到了吗？弟兄们，万圣再见。战况至此，全上海的百姓都会看着我们，四行仓库将是我们最后的阵地，也就是我们的坟墓。